國家五房郭志良同三個細佬，2003年出價12億買入銅鑼灣廣場一期，再佔香港地產市場。郭志良同幾個細佬喺2000年私有化永安集團，除有多項貴重資產，手頭上現金亦有成14億。2003年總面積達256,000尺。集合商场及写字楼的铜锣湾广场一期招标求售，手头上非常搭水的国氏兄弟击败希慎和华人置业等10个财团，以高于市场预期的12亿爆冷胜出。市场一直揣测国家会将铜锣湾广场一期改成永安百货，但最后并没有这样做。国氏兄弟表示交易同上市公司无关，买入项目的是永安地产证券有限公司，这间公司的大股东是国家第三代第五房的郭志良兄弟，亦是上市公司永安国际的主要股东。郭志良兄弟看好地产前景，讲到铜锣湾广场一期和国家都很有渊源，早在80年代帮原业主丽新发展设计这栋物业的就是郭志良的堂兄郭志信。投标之前，郭志良特登向堂兄攞料，问清楚栋大厦的楼面面积有没有僭建物，才重锤出击，志在必得。